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，嗨，Chocolate， 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游玩这款《天黑请闭眼》官方正版手机游戏。这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狼人杀，一起来杀起来，好不好？大家声音有正常了吧？刚刚好像怪怪的，不晓得为什么怪怪的，现在正常多了。这个有时候它这个截取手机啊，因为我是用手机游玩，那截取手机跟 OBS 好像起冲突，结果就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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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好，那现在正式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耽搁了15分钟，所以会延长，今天也会开台开到开满开爆。那房间号码是10169496。开满四小时，没有开到十点啊，开到十点啊，10:20嘛，对不对 ？delay 了一下，我现在满头大汗。上一次好像也有这种 OBS 的问题，啊，这次 OK 了，顺畅，好不好？那这边也来说一下，我们今天会玩很多场，那每一场会尽量让不同的小巧客一起来游玩。那切记几件事情，首先呢，如果你有游玩的话，别忘了 FB， 我们这个有抽奖，所以你只要截取有跟我一起游玩的游戏画面，那到时候就可以来抽奖。对，那游戏的连接也在这个聊天室有提供。那第二点，这个毕竟狼人杀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你有挤进来，那游玩的话，请不要跟台，我们就以对不对实际的游玩的状况，不然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抓出我是一个预言家了，那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可以遵守一下。那当然就是欢乐游玩啦，欢乐游玩都是跟小巧客们一起玩起来，开始游戏，大家准备要按下去啊，按下去啊，好不好？十人场哦，大家平常会不会玩狼人杀啊？没关系，右上角这边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它有一些专用的术语啊，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那我就不抢了，好不好？我就随缘随缘。有没有？他每天可以抢一次身份，让你至少怎样不孤单，对不对？每次都什么平民命或是狼人命，对不对？可以选一些不一样的，选一些不一样的。不要针对我啊！哦、你针对我就没得玩啦。新的一天。没得玩啦，好不好？我一定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看我这个猫样，我的人物就是猫样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看看，你看这个卡牌是不是超级超级 beautiful？ 我自己也有买一个，就是桌游的狼人杀，也是这个卡牌的设计的，它就是这个天黑请闭眼的官方的，这个风格超赞。好不好？你看这个预言家哈斯哈斯。那我们现在玩的呢是十人暗牌场，它有明牌场。明牌场的话就是死了，它会直接告诉大家你的身份是什么，就系统会直接写出来，就是让新手比较容易、比较简单。那当然正式场，对不对？当然都是暗牌场，死了是不知道身份的，不知道身份的。那我们玩的呢是屠边场，所谓的屠边场就是狼人只要把神方杀光，或者是平民都死掉，就有可能 GG。那不是可能，就是一定 GG， 好不好？我们来选个警长。哎，这是屠边场，只要神策死掉，或者是村平民都死就没了。然后发言，我是猫咪，所以我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警长。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好人，没有什么身份。如果没什么好选的，就选我吧。橘子兵太可爱了，过。好，我一定是警长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哇，跟我竞选的就是七号哎，讲话。我是好人，勾比，他是好人，直接不要好了。我是预言家，我刚刚查一号，一号是好人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警徽给我。那我的警徽流应该是待会查十号，对。先验我真的很没有必要、啊。玩家请发言。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、哦。预言家，我昨晚查了4号，4号是好人，7号你就是一匹铁狼。那。我希望大家你把警徽给我。八号有模有样。开始警长投票。但是八号没有留警徽流，所以
觉得会玩，但不做好，对，比较不做好。七号的话，至少有留警徽流，虽然他厌我很无，我觉得很无聊啊，对啊，这个厌我没太大必要。对，两个预言家不知道，那大家就选我了。哇哇，谢谢，我是警长。哎，这是好，这是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警长。那我可以选哪一边发言吗？无人出局平安夜，这样掌声鼓励。我觉得一定狼咬我，然后女巫救我。啊 那就逆序好了。我想十让号玩刚刚家，两个请预言发家言。先发言到，对，然后这一我们只场不过是一个平民而已。预九言号家，玩家，请发言。我们我的是一是个好人，有然对后女刚巫、刚在猎选人跟机骑长的时士。候，我 OK，觉得八号有点怪怪的，我们来听因听为大家他说的。一开始就在榜四号，然后他刚刚讲话有点结巴，但是我也不敢乱踩啦，就反正我那么前面，就看你们要听不听，随便你们过。八号玩家，关键请还是两个发预言言。家的发言了。我刚刚因为太过于紧张，而我忘记了去排我自己的警徽流。那我这里真的是一个预言家，那我昨晚真的查了，至少是一个好人。那七号你跳预言家，我觉得你的预言家力度不够，但我这里真的是预言家。那 他好紧张哦你这样，他超紧张七的，号玩不家，是，请发但是时言。间都没了，他还是没有留他的警徽流八号，我啊！不知道你在结巴什么。首先，为什么你会去查四号而不是一号或十号呢？一号是巧克力，然后十号是龟票味。那照理来讲，你给一个四号薪水不太合理吧？照理来讲，你要给一号或十号，我这边才是预言家。八号你一定是铁狼，我待会一定查死。那我是直接信。哎，我是一号，哎，我姓一号，好了，那四号可能会打个问号，八号就是一匹铁狼，过。六号玩家，请发言。有骑士，所以向骑我士求可以救，登场。我就会伸出援手。我觉得松原家跳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这个棋子还演随便一个人。我骑士觉可以得直接骑八号吗？不哦，太有像狼预言王。家，对，我比较想要中他。反正他们七八一定是一狼王。邪恶，一个，展现哎呦，你决真斗正了，面决斗目。了哦！哇，太帅了，帅哥，帅哥！哦，六号玩家决斗的好，你天看黑，八号请真的闭眼。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我就说吧，直接看破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到了第二天白天起来，他还是不留他的警徽流。就虽然七号他验我是觉得蛮无聊的啦，对，就是，但是可以是可以，至少都有留好留满，对，哎呀。这个骑士帅一波，决斗决起来啊！反正我们对不对，就在这边很 peace 的，好不好？观战观战，跟大家聊天。天亮了。我们下一局再来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相关的好了，毕竟我刚刚也一直在看确认一下我们玩的场是怎样，太想要直接先来玩了，感觉大本家也都来很玩紧张。家发动技能。啊，七八都是狼，什么东西啦？白痴二号哦！玩家，请发言。他刚刚说七号我觉得，我是好人，然后我对想吧？要再等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哎，有垃圾车。食物，然后就这样。三号玩家，请刚刚有发说言。他可以发动技能嘛？所以他没有发动，代表他因一为定是刚刚我去。那个啊。因为刚猎刚人七或八号没狼有王，想说特别去分享说就留一轮 PK，所以我就投一号。然后现在看来八号是狼人，对不起。然后还是他死掉的时候会这样说啊？四号玩家请发啊，言。预言家呢？预言家在哪？我是八号狼发的警匪，但是我这边要澄清，我只是一个好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发我金水，我这边一张好人牌，好人没牌，有身份，就因是为一张七号警刚刚被匪。狼杀没有错，可是五他号玩系统有家，说请他发言。可以发动技能呢、我这里是一啊。对，张绳子啊，那我刚听一轮下来的说绳话，子。我现在比较偏重去踩三四吧，因为五六如果都是好人的话，那你们两个，我认为啊，系统来说应该你对啊，们两他个应该其是中猎各人一只挡狼，刀，所以我等一下就七号看应你该们两是猎人个挡了。刀。
随便投一个吧。但是反而是等于真预言家，还是不在啊？真预言家嘞？其实因为我刚一到五号都没有听到什么发言，所以刚刚有点看不出来。我现在比较怀疑三四，然后十吧。九号玩家，请发言。五号也跳神，但他没有跳什么神。我是一个平民。然后刚刚四号在澄清八号发他精髓嘛，但是我没办法确定他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我可能这一局就会先去投看看四号，谢谢。每一场死掉都会问说要不要发哦，那我们等一下看看，先不讨论七的身份，反正他已经是好人了，并非预言家，而是一件平民。他被狼杀，他一定好人，所以。有可能会弃票。一号玩家请发言。那就看看到底是谁啦，因为没有不需要弃票啊，你弃票等于是让狼又多了一轮的机会。我应该手机要拿近一点。我也是觉得三四比较奇怪，那五号要跳神职就直接可以拍身份啊，我是这样觉得。对，那我觉得三四看大家怎么投，那随意吧，过。开始放逐投票。三跟四我比较觉得怪怪的啦，尤其是四被保，对不对？投四好了，他刚刚发言我觉得没有很做好。看看，对，手机要拿近一点，对，我刚刚忘记了。而且四号有没有 ID 到你才肥，我觉得这个他才肥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太废哦，所以每次死掉都会有这个发动技能。了解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平常玩的看的节目是没有。请发表遗言。这是系统错乱，但是我还是要承认。没有，那不是系统错乱，确实的好人。八号狼发我精髓，我不一定是真的狼人，我这边就是一张平民。平民走，没事。天黑，请闭眼。所以一定要票人啊！你这个不票人，就更没有那个机会了。对啊，通常不投票，大部分都是在第一天没有绳子出来，对你才不投啊！你之后一定要投啊！你不投，对不对？就是像我说的，你就只是让狼继续刀人而已。那透过投票的环节你也可以抓出到底狼的状况是如何。天亮了。哎呀，我是翘翘啦，狼。那我觉得四号应该就是平民没有错，因为我也死了，所以狼应该是想要突变，就是突平民。所以你看，每一个死掉都会系统都会说发动技能，对。OK， 了解了。但移交警徽啊，点他，当然给骑士警徽啊，那还用说？我又不是冲动的人，有没有？死掉就啊，死警徽，我不爽。没事，不会。靠六号了，靠警长了。五号玩家请发言。哇，这样子更难的，就是對於我自己的身份牌是一张女巫牌哦。那我希望等一下六号可以告诉我说，晚上我读谁这样子，因为我现在二三应该还是有一狼吧，九十号不知道怎么感觉没听到他讲话。那希望等一下六号可以告诉我。三号玩家请发言。他没有报第一天他救谁？我这边真的是一个好人，可是因为我是平民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讯息。二号玩家，现在就是猎人要藏啦，猎人要藏。我这边的话，我是猎人，然后在等其他。